我想要一只擦鞋箱。你要擦鞋箱干嘛？擦鞋。一只擦鞋箱要多少钱？100元。太贵。不贵，我已经去商场4次了，要专业的擦鞋箱和凳子，软毛刷，还有鞋油。我现在有50元，还差50元。行，这50元我可以给你。哎，这50元我给了你，但是你要答应我，就算是我的投资，给了你这50元，咱俩就是合伙人。我在这座城市呢要待5天，你要在这5天之内把这50元还给我，而且还要支付我1块钱的利息，干不干？嗯。哟，开张了。嗯。这就是你买的擦鞋箱？不是，这是我自己做的，我买了材料回家动手自己做，才花了80元，还剩这20元投资款先给您。嗯，但是作为你的合伙人，我有义务来提醒你，这条商业步行街看起来人流量很大，但是大家都匆匆的看风景买东西，哪里有时间冒着大太阳找你擦鞋呀？并且距离你这里不远就有一家专业的擦鞋店，你觉得你能干得过他们吗？走，我来帮你选个位置。喏，就是这里。这是一个高端的商务酒店，这里面出出入入的人呐，可都是做大生意的，他们出门一定要把鞋子擦得亮亮的。我已经了解过了，这个酒店呢还没有自动擦鞋机，所以在这里摆个擦鞋摊一定是好生意哦。嗯，合伙人，你为什么不让我现在就把那1块钱的利息还给你呢？哟，你这个小家伙鬼得很呐，你是想用擦鞋来抵那1块钱的利息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就让你擦，你要是擦得不好，就说明你在说谎啊。要是和一个不诚信的人合作，我的投资就是失败的。放心吧，一定给你擦得亮亮的。嗯，还真不错。这样，我送你2个字。亮亮。什么意思啊？一个优秀的擦鞋摊怎能没有自己的品牌呢？要相信品牌的力量。嘿，你们要擦鞋吗？这么小的年纪你会擦鞋吗？当然会啊，你看那是上个顾客给我的肯定。嗯，好的。合伙人，这是30元，今天是第5天。嗯，您的投资款全部结清了。不错，我们的合作非常的愉快，你这个小伙子啊很讲诚信的，我希望你呢能够保持好自己的诚信，将来有更大的作为。好的，合伙人，等我大学毕业了去找您。袁老板，您的货款您放心，下个月我一定给您汇到。李行长，公司那300万的贷款能不能缓3个月再还？主任，通知员工这个月的工资下个月再发。唉，进来。老板，有一先生说想要见您。我都焦头烂额了，我谁都不想见。他说让我把这个交给您。亮亮。这样，我送你2个字，亮亮。哦，请坐。15年不见，都长这么大了。是啊，我说过会来找您的。这是500万的银行卡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想投资您的公司，做您的合伙人。15年前是您教会了我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合伙人。从那个叫亮亮的擦鞋摊开始，我完成了一步又一步的积累，现在有了自己的3家公司，并且取名叫亮亮。这500万投给您，我想我有权利得到一份额外的利息。你想要多少利息？1块钱。这50元还给我，而且还要支付我1块钱的利息。50元，回报500万，这应该是我投资生涯中最成功的案例。每个人
成功不是你拥有了多少，而是你帮助他人多少，有多少人因你而成长，又有多少人因你而感动。